摔坏了，你还踩坏稻田了呢？看什么看啊？你叫苏笑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叫林子路。我也没问你叫什么呀。 还在那晃悠呢。都迟到了，还在研究蚂蚁。哪天彗星撞地球，你是不是还得先上个厕所再跑呀？哎呀，迟到常有，蚂蚁搬家狗不常见呢。行行行，快起来。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吃屎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今天路上遇到一扫把星，倒霉死了。走走，就是现在，走。 帮我拿着包，小心点啊！嗯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哎呦，你别管，这里边可是我命根子。走。看看哥的动作，轻松，敏捷。房亮，没有带姓名牌，扣两分。别啊，带上了。 今天早上应该送你家里的，结果路上遇到一扫把星，害我摔天里，还跌了一身泥，就没赶上。现在，你别给我犟出声，怎么办啊？不会呢，我给他喂点料酒，睡得死死的。不行，这要被于老师发现了，回去二哥三个揍死我。那就揍死你吧。你别看我啊，我可不管。别看我。 自己带自己负责，绝交！别！你这不没人吗？放水桌里。干！苏老板，来瓶可乐。先付钱。苏大老板生意好呀，这瓶可乐多少钱啊？ 哪能要钱呢？于老师上课这么辛苦，喝口可乐漱漱口。
我看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，把我收起来。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卖东西，通通给你没收。好，上课之前呢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进来吧。这就是我说那扫把星，长得还挺帅的，还不要脸说自己是校草不好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林子路。啊，你就坐那儿吧。我不要。苏俏，你这老板当久了，以为学校是你家开的吗？给我坐下。别理他，你就坐那儿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。谢谢老师。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《兰亭集序》的第二段，哪位同学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什么内容啊？你这人可真不要脸，还好意思当我同桌。就是你，我记得你的脸。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李璐。这是我书包，这是我的座位。小声点。没有必要行如此大礼吧？怎么是你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下次不要这么随便对着别人下跪了，很丢脸。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林子路，你没事吧？你也知道吧，每个学校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学生。辛苦老师了。没事。于老师，我刚来这里。很多地方还不太熟悉，想跟您申请一下，今天先回去了。没问题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我苦啊，我自幼家境贫寒，还有一个废物小舅，十几年来兢兢业业，早出晚归，就是为了撑起我那狭小温暖的家。那只猪。那只猪就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，于老师。最后的稻草是吧？嗯。起来。起来。上个月的稻草。上上个月的稻草。
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？什么意思？孝敬给您呢，你平时上课多辛苦啊！别跟别人说，少给我来这套。三千字检讨。还有啊，你刚刚抓住把人小倩的手机都给踩坏了，准备赔钱吧。刚认识你几个小时，你就害我摔倒把猪放跑，还白白受我一棍。再跟你当同桌，怕招折寿了。办公室是你自己跪的，猪是你带来放我桌子里的。早上也是你朝我扑过来，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乔姐，这么听下来是你自己倒霉了。你扑人家，你要干嘛呀？我那是防止某人破坏稻田。你把我卡带机摔坏了，这怎么算？不就是个破卡带机吗？你还讹我不成？有本事你别走！太……垃圾做同桌，也不跟你当同桌。喂，子路，你终于接了，鬼打了好多次电话，一直打不通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了。子路，你还是打电话给吴哥服个软吧。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？这就是这行的规则呀，要是我们还想混，就必须遵守。贼心，扫把星，嗓门星，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没神？乔姐，我认识你十几年了，没有人对你这么说过话，咱们走吧。这是话魔，我忍不了。长那么帅，我干他！没错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组合不是好惹的，是不是金姐？我可不管啊。不过人都走了，你们拿什么颜色给人看？给我追！你就趁现在笑吧，一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年月，拍！拍什么？把鹿子霖被我打得满地找的样子给我拍下来。拍！我让你今天给我……他不要脸，他万一呢？看来敌人是叫贝尔来呀。你小子挺会玩啊！今天不把你打得叫爸爸，你就是我爸爸，我让你。读书使人充实，思考使人深邃，交谈使人清醒。王良，你不读书，
王年宇，你不清醒。苏俏，你既不读书，也不思考，更不清醒。都给我好好看看镖鱼，不做我一百个神都别走。你看我，快回去吧。快擦擦汗。晶晶，我不累。是晶晶好。还有35个。哎，刚才是谁说要把我揍到满地找牙，把我拍下来，笑一个。陆小丽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我于老师，我走了。道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。大白天的，家里怎么会有人呢？还要挡路到什么时候？王八蛋，你怎么在我家？给我等着！来来来，子路，这个牛肉很好吃，要吃牛肉啊！谢谢小舅，对身体好。来，你也吃一块。哎呀，谢谢子路，好孩子！哎呀。哎，我们俏姐啊要吃玉米，来，俏姐，少来这一套，给我解释清楚，林路怎么会在我们家？人家叫林子路，他家有点事，要暂时住在我们家。开玩笑，我准他住进来了吗？他谁呀？他配吗？林子路的爸爸说一个月1600作为他的房租和生活费，你算一算。1600。这么看也不是不行。那这样，把那仓库收拾出来，给他个卧睡吧。人家毕竟是消费者，我们作为房东要有诚意。所以他住你屋，你住我屋，我住仓库。我住你屋，你那个味儿就跟厕所一样，狗都不住。所以你住仓库，成交。子路吃这个牛丸，这个牛丸很好。哇，这个牛丸太香了，这个牛丸。吃子路。胡志飞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跟你生活了10几年，你才认识那个马屁精，一天就把我赶出房间，凭什么？我不管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分你800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最多1000，再多没有了。哼，才1000块钱就想收买我，那个马屁精害我损失了一大笔钱呢。1000算什么？起码1000。不行，那我就没钱了，这事谈不成。喂，行，你不愿意是吧？那你不要后悔，从现在开始，刮风下雨被雷劈死，我也不会踏入这个家半步。你等着后悔吧。笑，
今天一天到现在，终于叫对我名字了。寂静，你别嘚瑟，我不是因为1200才把房间让给你的，纯粹是因为我善良，我大度。另外那里面我的东西你不准动，我上了锁的。臭流氓。等等，干嘛？ WiFi 密码是多少？我只说一次。 MQDQXYGYKYKLKOSYR4678， 我说完了。这谁记得住啊？这都记不住啊，真笨。子路啊， WiFi 是我设的很难记吗？太长了。你跟我学就很容易记得住。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2468。路来子路，听一首字母就是我的密码。遇见了以前的朋友，可是他好像不记得我了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你看，海螺、水晶，还有这个飞行棋。你喜欢听音乐啊？想有个家庭群，但以前只有我和苏教两个人建不了群，现在好了，欢迎子路进入我们这个家庭。谁跟他一家人啊？别烦我，我静音了。子路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想清楚了给我打电话啊。子路，我带了你两年了吧？那你摸摸良心说，我有没有害过你？没有。我已经找人把道歉信写好了，你回去背熟了，立刻马上找刘总道歉。我没错，道什么歉啊？可是这行的规则就是这样，你如果想不通的话，就没法干了。吴哥，你真的觉得是我做错了是吗？
我发现什么了？林子路他全是明星。喂喂喂，早上好，各位村民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是你们的村长王富贵，今天咱们呢就来科普一下如何防止这个水田侵蚁。他不仅是会偷吃哦，还会隐藏寄生的。等我们反应过来啊，叶子烂到底会这季哦咱就白干。但是啊，我们也不要害怕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个农业生产度千条，科学用药第一招，生产增效不用愁，科学用药保丰收。那个咱们村子也已经安排了这个预防。来旺财开班喽。到那个时候咱们要做到喷洒千年中道，不虫不漏。最后要想心情好，卫生先搞好。今天呢、有一个大好的事情我要通报一下啊，皇家的菠萝成熟了啊，这两天要抢收酬劳，当日现结啊！大家有没有几个帮忙？有钱赚！掉了，扫把星坐我旁边，我吃不下。哎呀，某些人啊，放着大明星不当，非要来我们这个小小的浮瓜镇，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讲的，你知道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太不红了，所以我能发现你很惊讶吧？你很关注我呀？怎么，你需要我的签名吗？需要你签名，我是狗好吗？我还看过你演的戏呢，你跟那个阿月是一个公司的吧？人家都演主角了，你怎么才演个保镖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能这么问人家？那当不了主角，当然是因为人不行啊。那人不行嘛，就肯定性格差，得罪人，反正就是没有那个命了。你当面问人家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好，我上学去了。子路，你等等啊，让阿俏送你啊。哎，怎么生气了？
都怪你。小舅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你比我厉害。小舅，我上个学去了。林子路，我话说前头，你住我家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学校里的人。你有求于人，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啊？你想干嘛？学校太远了，走路很累。但如果有辆自行车的话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，说不定会答应某些要求。你还要不要脸啊你？那，哎，我书包还在上面呢。李子路，你给我站住！还我书包！站住！喂，上来吧，后座可以带人。算你有点良心。大家好，我刚刚听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村啊竟然来了一个大明星，他就是啊福瓜镇中学高二年级的林子路同学。希望大家都能热情的让林子路感受到我们村。我没跟村长说，就是在群里发了一下，但是群里有村长儿子。喂，你至于这么冷漠吗？看什么呢？怎么不进去啊？排队呢。排什么队啊？动物园的队。说人话。刚大喇叭说林子路是大明星，然后全校同学都过来凑热闹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进去，挤进去！哎呦，你开路！哎呦，这不是男明星林子路吗？我呢？现在借住在苏校家里，各位需要拍照、签名以及采访的，都统一汇报给苏校同学。晚上记得帮我带回咱们家。哇！子路，你还没有想明白？困惑中，我以为回村里一个人待着就可以想明白，看来还要再想想。不着急的，慢慢来。阿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做错了？你听说了吗？林子路住在苏俏家。哎，别说了。
别说了，苏乔害羞了。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人生很短呢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哎，乔姐，我先没听他们说，你们从小就认识，一起玩耍，天真烂漫。最新版本是说你跟林子路从小就订了娃娃亲，但是从来都没见过面。我知道这都是谣言，但现在说什么的都有，连隔壁镇的学校都在传了。然没错，这林子路就是个丧母星，丧母星把我风水磁场都破坏了，破坏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反击，反击，让他见识一下浮夸镇的力量，力量，林子路同学，林子路同学，林子路同学，你醒啦？你干什么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就把你的事情告诉别人。当然，我出发点是没有恶意的。只不过出现了一些不在我控制范围内的小小意外。那冰棍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吧。你有什么阴谋？给你吃个冰棍能有什么阴谋？别把我总想那么坏嘛。你把另外一半也给我，我就原谅你。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吗？要。我请垃圾桶去。啊！林子路同学。冰棍呢，我也给你啦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啊。嗯，今天提前下课，他们都放学了。你在等我一起？对呀，不然呢？快点走吧。这条好像不是早上走的路吧？这条路近，你一直往前骑就是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停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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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！干嘛？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带你体验一下浮瓜镇的乡土风情。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？来都来了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喂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大明星林子路也来帮忙抢兽了，快来看呐！嘿嘿，小伙子。当过大明星，不愿意跟我们下地干活，嫌弃我们呐！别乱说，一看就是好孩子，肯定愿意干活。就是，人林子路又没说不干活，你怎么这么嫌弃人家呀？说不定什么时候写大明星回忆录的时候，还会提到这段美妙的回忆嘞。对呀，美妙的回忆呢。
你这个重，我来拿。来，你没事，我来吧。啊，行啊，有模有样的哈。不小心撞到你啦！对不起。哎，没关系。是上次那只小猪吗？是啊，对，就是害苏俏损失惨重这一只。我能抱一下，啊，小心点。哎呀，这会儿老实了。想不到小猪这么可爱，是吧？林子路。是不是老黄牛也要休息一下吧？就你矫情，就你事儿多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早点干完活，早点吃烤乳猪。房梁家特地犒劳咱们的。为什么要吃它？乳猪口感好啊，我都还不够吃呢，快点干活。还是人吗你？哎，可惜吧。你说叉烧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做个宠物啊，还是做肉猪，都能活到成年呢，就是不太听话。不听话？你看别的猪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它呢，又不吃饭又不睡觉，有一次还把笼子咬破了，带一大堆小猪崽越狱了。那么不听话，只能被吃掉了。王年宇，别在那偷懒了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走了。不听话就要被吃掉。凭什么？晶晶，我晚上请你吃烤乳猪吧。没我的份啊！等一下，我猪呢？啊！肯定是林子路想吃独食，我找他去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快点，快点！怪不得林子路回来我们村了。叉烧，等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就把你放掉，你一定要逃走，一定要顺利活下来。凭什么不听话就要被吃掉？我来晚了，一会儿好好表现啊，争取面试成功。怎么会改在这里面试啊？没事儿，有吴哥在呢，别担心。走吧。刘总，刘总，哎呀，你好，来，你笑得美人迷，招人迷。别啊，刘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两个演员，叫刘总。刘总好。刘总好。我可崇拜您了，是吗，妹妹？既然这么喜欢我们刘总，来来来，坐刘总身边，来，好好跟刘总聊一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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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这儿。哎，来，干杯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刘总，哎，喝一个喝一个啊。刘总，这是我们家林子路的资料，您看看，小男孩人特别好，戏也不错，还会唱歌。
来来，过来喝两杯，来。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不能喝酒，我以水代酒，敬你一杯。你不能喝酒，你干嘛来了？哎呦，还没有成年嘛！来来来，我敬你啊！哎，弟弟，唱一首，给大伙儿助助兴。好，来一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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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快给刘总唱一首，快！来，我们一起敬刘总，祝刘总票房大卖！干杯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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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干了！干了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！来，好，满上，满上，好事成双，满上，满上，满上！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我们刘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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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个我们刘总，于和唱歌也很不错的，我们一起给您唱一首吧。哦，会唱歌好啊。那我们来一个情歌对唱吧，我们唱一首《心语》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刘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唱歌不好听。唱的不好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剧本，聊聊创作啊。刘总，你把手放下。特别好的角色。我留给你，把手放下。说什么呢？疯了吧你！胡哥，这就是你带的人啊，懂不懂规矩啊？哎，小孩子他不懂事。哥，别生气啊！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林总，出去，出去！来来来，刘总敬你，来。来来来，刘总，别生气，我敬你，咱们喝。别因为小孩扫了咱们的兴致，来，咱们继续开心，继续喝。来，咱们喝。都是，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喝，继续开心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喝酒，喝交杯，来，交杯，交杯，好，好，好酒量，好，好。哎，我们喝完了。来来来来来。一定要活下来。我找你一晚上，腿都要跑折了。还有，猪呢？想你们还等着吃烤乳猪呢。我赔钱不就完了？你什么态度啊你？难怪在城里混不下去，
想就白天说那种又不红又作的明星，就你这样的吧。你说什么？哼，我都知道了，你回村里是因为你在城里惹事儿了，你被公司开除了。你知道什么就乱说。我当然知道，网上都说了，你不仅打导演，你还不道歉呢。我没错，道什么歉？打人还没错吗？那他干了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侮辱我就算了，他还灌酒性骚扰别人。性骚扰？那个导演摸了我女同事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了？为了这么一件事打人不对？你做的太对了，这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？要是我在旁边，我也给他两耳光。林子路，我支持你。你说我没做错？当然没错，不仅没错，还要被表扬呢。可我经纪人吴哥说我做错了，他让我这两天好好想一下，等想明白了给他回个电话。那你回啊，管他什么张哥吴哥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没错。现在？当然。哎，快点。哎呦，别磨磨唧唧。嘿 Siri， 给吴哥打电话。吴哥，想通了。嗯，想通了就好，年轻人嘛，这难免叛逆，知道错了遵守规矩就行，毕竟以后这样的事儿还是常会发生的。吴哥，我想了很久，但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错。我明白这一行有规则，但我也有我的坚持。感谢吴哥这么多年悉心栽培我。你想清楚了就好。林子洛，这事儿你做的真挺酷。谢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谢谢你。大声点嘛，听不见。我说谢谢你。嘿嘿嘿，真乖。嗯，喂，真的找着了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别不开心了，去吃烤乳猪吧。什么？叉烧自己跑回来了，大家正在吃烤乳猪呢。这都当真了？城里人真开不起玩笑，怎么在这儿？梦游了吧？
在这儿？梦游了吧？苏俏，苏俏，醒醒，这是我的床。苏俏，苏俏，苏俏，我拿个卡带机。耳朵都要被你喊聋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昨天半夜你自己跑来我床上，还抱着我不撒手，推都推不开。我才想问你想对我做什么。你说我抱着你睡了一晚上。想起来了。苏俏，把门打开。我不开。你这是掩耳盗铃。你就在里面关一辈子吧，关到死，就没人听到这个事情。你怎么一大早上就开始折腾啊？今天我跟林子路，你只能留一个。你行了，你昨天晚上和林子路在客厅睡了一晚，你今天能不能消停点呀？我不管，你就在里面关一辈子吧。没事找事啊？这块肉长得好看，我就想吃它。叉烧好吃吗？苏俏，你是魔鬼吗？你自己吃的。怎么样？你还想打我啊？我好怕哟。那是我前天买的猪肉，不是叉烧啊。子路，你爸爸来电话。哎，林老哥，哎，子路在这很好啊，子路啊是个好。喂，林叔叔，我是苏俏。哎呦，您不知道这两天他都是怎么对我的。我跟您说，他可欺负人了。哎呀，苏俏，你不要乱讲实话。不是不是，不不要讲实，不要讲，不是不是，不要瞎讲话。林叔叔，看来这两天总是欺负我，害我摔泥坑，还弄丢猪，还有粮食呢。没关系。损失啊！林叔叔，您再说一遍。随便用他，他就应该多吃苦，不然啊，只会挑三拣四。林叔叔说，让你帮忙多干活。
想得美！哎，怎么？你要我再跟你爸确认一下这个事情？你有什么活要干，你就让子路帮忙啊！随便使唤他。哎，不给你，你来。给我。今天小鸡出去送货，你跟我看店吧。少年嘞，我要甲阮后生仔啊加油啊！啊，你倒卡手者。啊！啊！你大哥少年家的字还袂晓的？敲敲敲的！阿公。哎。哦。哇！又来寄快递啊？是啦，啊，这六粒吼，按一家两粒。那么多？哎。那邮费可不少，而且这些他们在城里都能买到。买无这滋味啦，你家己种的哦，啊因细汉才有食这款的啦。啊对，二女儿给您寄的快递。哎呦，给了钱，啊身体才用哎。亲人之间就是互相惦记嘛。好，阮家的电视我歹用哦，啊你给我大飞来给我修理。又坏了。天哪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找人去修。老规矩，好，记账上。好。谢谢你哦。啊，喂 ，Kiki。啊怎么了？他儿女都不在家。对啊，村里有很多这样的老人，儿女常年不在家，我跟我小舅就帮他们收快递、取快递之类的。而且你不知道，村里这些老人学会用手机发微信、支付、上网，几乎都是我跟我小舅教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时候还能赚点手续费。我排起熬了几天大夜，太忙了，没给你打电话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装什么啊？朋友圈里每天晒风景照，天天被制片人爬山，累不累啊？啊，这次又要因为哪个角色讨好人家？我背一个还不够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于和最近弄了首歌，在网上算小红一下吧，通告还挺多的。替我祝贺于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不打算再干了？就因为之前那事儿吗？
阿月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不会做我这样的决定吗？我要是我的话，那我肯定从早到晚我就抱着导演的大腿，我就哭着跟他讲，一定要让他给我一个角色。讲道理啊，你的创作能力真的不比于和差，放弃太可惜了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，等我想清楚吧。你就这么说大明星吗？不是，就这不是，电视里的明星怎么会来这里？而且那么普通，怎么可能是大明星呢？衣服都玩脏了，你们家大人知道吗？作业写完了吗？考试考完了吗？考了第几名啊？小舅，怎么了，小舅？我翻车了，俏俏，我翻车了，翻车了！你人没摔坏吧？没事，我就摔了一下。那就行。哎呀，车没坏吧？控制器可能摔坏了，要送去修一下，所以今天只能你去了。不行，之前说好你去的。那我翻车了，我还要送你修车，我还摔了呢，你也不心疼心疼小舅？啊，那行吧，导演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去干什么？要战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停车停车。拿桃干什么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王年宇，开门开门！吓我一跳！干嘛，小姐？我找村长。村长？我爸。你俩来干嘛呀？我来找王年宇玩。天天就知道玩。云老师怎么在这儿？我表姑。快，我叫你爹，快点快点。爸，爸，苏笑来了。大家好。小树同志来了。嗯。坐吧。叔。哎。你家桃树刚摘的桃，小舅让我给你送点过来。你们小舅也挺客气的，人来就好。哎，送什么桃子？谢谢啊。叔，哎，这回这桃不仅有软的，还有硬的，还有烤的呢。是是是。啊？啊，是是是是，各种桃子它不一样，但吃起来就是香。那这回来的除了送桃，还有点事儿。就是之前那些硬桃钱，咱是不是结下了？苏家，你觉得苏看起来是个会赖账的人吗？当然不会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也是堂堂一村之长了，是不是？几斤桃子嘛，这。哎，这样子哈，等我发了零花钱，马上就结清，好吧？叔，再等下去，我们家就顶不住了。你也清楚，叔呢抽根桃子啊，不是个桃子，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财政大钱，钱呢过几天就给你了，啊，那个桃子的钱呢，咱们还一还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啊。什么桃钱呢？啊，那个这叔叫来咱们家算钱，那桃钱。婶儿是这样。叔在我们家拿了点桃，对对，叔今天就结钱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搞错了吧？
不是什么陶钱，上面写的是烟钱，好几百呢。王富贵，你不是在戒烟吗？不，哥，我买烟是送人送人，真的是送人送人。这苏娇，别帮我，你哎，等等等等，接待接待我，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买烟送人，你这这啊，你。拿去拿去，苏俏同志。咱俩的钱就都结清了。这我二哥，这我三哥，我是家里最小的。好久不见啊，苏俏，你来找房梁？啊，我不找房梁，我是来找钱的。找钱？你欠钱了？你买啥了？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那更不会是我了。那也不是我。那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会不会是大哥？大哥？有可能。那等大哥回来之后，我问一下他。哎呦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二哥。最近有什么赚钱的活计？我们家养殖场想打个广告算吗？算啊。哎呦，林子路，你现在跟个稻草人一样僵硬，你就不能动一下呀？你笑一笑嘛！来啊，一。二三，笑。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走，下一家。哟，大明星也当跑腿的。这账本我看了，这些东西我也没买过啊。二奶奶，这些都是关明明买的。不是我，是关晶晶买的。晶晶，你买东西欠钱，怎么能记在弟弟头上呢？不是，奶奶，我没买过这些东西。他每次赖到我头上，你都相信。我就是怕他这么干。现在我去小卖部，小舅给我东西，我都不敢要了。我怎么可能欠钱啊？明明是个孩子。你这个当姐姐的跟他买点东西怎么了？这个钱你来付。不是奶奶，来小调皮。刚刚见到于老师了，于老师还提到明明了呢，夸他聪明，说这么好的小孩千万不能耽误了，每天多做几份试卷什么的，争取啊跑在别人前面，那长大了可是要考清华的。考清华？是啊是啊，于老师还说让林子路给明明出卷子呢，说他这个年纪光上学不行，还得备战高考，高考就要从娃娃抓起。正好呢，这个林子路他是城里来的，他见过的试卷多，就让他给明明补课吧，不贵，一节课也就30块钱。好啊好啊。我不要补课吧，我不要写作业，我不想写作业。
找五毛。欢迎惠顾，下次再来哈。怎么了？长得跟我那过世的老公很像哎。这也不像吧？不是模样像啊，是你什么都不会做的样子跟他很像哎。刘奶奶太有眼光了，她就是这样的。不过哈，她有个优点，很会唱歌哦，总是唱歌给我听的哦。哎，听说你是大明星哦，大明星一定会唱歌啦，唱给我听听好不好？我哎，他可以，5块钱一首。好，给你35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颜，你我好比鸳鸯鸟，比双飞在人间哪。剩几家没收啊？你自己往后翻翻，数数喽。还有十几家？没错。我受够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没时间陪你胡闹。不好意思，赚钱就是你现在的首要任务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陪你忙活大半天了，一共赚了多少钱？100块钱啊。但你害我赔了可不止。是不是你的时间不值钱，让你对我产生了误解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很值钱，我有正事要做，苏俏不是为了这么些蝇头小利就可以随意挥霍的。林子路同学，我不管你那些正事有多重要多珍贵，你欠我钱就要给我赚钱，现在你面前除了这些蝇头小利，你没资格想别的， you know。账本还我。什么账本？哦，我扔了。扔了？不可能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敢扔？给我。你怎么这么自信说我不敢啊？捉弄我一整天了，扔你一个账本而已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不信。哎，哎呦，你给我交出来！你不会真扔了吧？哎，没扔，在那边放着呢。都是偷了。
小舅，嗯，车好修吗？还行吧。那你快点修，别耽误明天送货进货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干嘛活那么累呀？跟你讲过不需要那么努力。你眼睛怎么还红红的？你小时候看多老花眼了吧？我还年轻好吗？我火眼金睛。子路回来了。嗯。出去一趟。你们是不是又闹别扭啊？我怎么感觉他今天怪怪的？我把他账本弄坏了。冤有头债有你，这事可不关我的事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活着？你还蛮险。奇迹啊！接下来可就不一定喽。完蛋了，上一个惹苏俏的人就是这么死。子路，我看你还是跑路吧。我给你买张高铁票，刷一下就到家了。你俩别添乱了。账本对于苏俏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他一分钱收不回来，晚上都会睡不着觉的。钱就那么重要吗？我之后会还他的，非要这么生气吗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是小卖部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吧。6年前，俏俏外婆去世之后，家里就只剩下小舅跟俏俏两个人了。外婆出意外的时候，小舅把车都卖了，还是欠了一大笔钱。小舅经营小卖部不是很熟练，而且喜欢给村里的人帮忙。那时候，小舅到处去帮人家打工，一年到头就没有闲下来过。小舅起早贪黑的干，挣的也不多。毕竟你也知道，他除了爱做免费劳动之外，还是个散财老童子。不把自己送出去就不错了。哎，我们俏姐不容易啊。苏俏懂事很早，小舅忙的时候，苏俏也去帮忙。邻村水果成熟了拉过来卖，各家都要，苏俏就一家一家的跑。王奶奶，糖我给您放门口了。除了小卖部的经营之外，苏俏也帮村里老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之前刘奶奶家门口有个大马蜂窝，也是苏俏帮着清理的，还被蛰了好几个大包。是啊，上刀山下火海。之前府花村发现外星人，都是俏姐抓去拿的悬赏。我这不是给他加点传奇色彩吗？虽然现在小卖部的经济状况好点了，不缺吃穿，但是小舅还是每天骑着那个旧三轮送货进货，非常的不方便。俏俏心疼他，就想着自己存钱给小舅买辆二手车。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不好。那他生气的时候一般会去哪儿啊？不如去他的秘密基地里看看。Thank you.
说这鱼会好吃吗？看上去还挺好吃的。等我以后会做了，我一定做给你吃。你别在那站着，吓死个人！有话过来说。那个账本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，账本上没要完的钱，我会还你的。真的？嗯。一言为定。这么简单，不然呢？你还想有多复杂？哎，我都道完歉了，你还砸鱼干嘛呀？我这是敲石震鱼，这么热的天，鱼都喜欢在石头底下躲太阳，我这一锤子下去就能把它们砸晕，你没见过吧，城里人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行，你试试。可简单了吗？我那是今天第一天练习，不太会用力而已。尝尝吧。哎，就算是蝇头小利，你也不能这么浪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逗你。你要真是故意的，我早揍你。你很在意我之前说你为了蝇头小利浪费时间的事情吗？其实也不在意，毕竟你说的是事实。我确实成天脑子里就那么点小事儿，但你说创作那些我也听不懂，听起来还挺厉害的。我不厉害。哟，这就开始谦虚啦。我没谦虚，是真的不厉害。我今天听说朋友写出了受欢迎的歌曲，我还挺开心的，但也很着急。我最近没有创作出任何东西，甚至一点灵感都没有。没灵感？不可能啊，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你都听不见啊。嗯，你听溪流的声音，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还有烤鱼滋啦滋啦的声音。我说的是音乐。这些不算音乐吗？我也不懂，就觉得还挺好听的。你仔细听听。对呀，我之前胡思乱想那么多，都在凭空创造音乐，结果却忘了身边最真实的声音。可不嘛，你要么就是在家里闷闷不乐，出门也都是戴耳机，当然听不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了。林子洛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。开窍了，赶紧吃吧，鱼都要糊了。我给你拿着啊。
林子洛，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洛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洛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贱人龙是不是？我跟你讲话呢。啊，那冰块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吧。林子洛，这事儿你做的真挺酷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有大事要做，不去你会后悔的。啊！晶晶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了驾照。你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了。你的上下学我房梁包了。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你每天上学那么辛苦，想着上学放学。帮你节约点时间，为了给你这个惊喜，我憋了好久，一直没有告诉你。那我也没有头盔啊。我有，我准备了。这不是你的头盔吗？关晶上车。你还在浮夸村吗？我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还不来玩，听什么呢？英语听力，你听了一路英语听力，打扰了。别学习了，快来赶海嘛！哎，你没资格，你是来还债的。隔半天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。一串200，我一天啊300-400。400，那岂不是要播两船？小林啊，你当五星是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做才来做明星啊？哎呦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搞到明天也做不完呐！难怪苏俏不喜欢你了，逛到谁家都受不了。晶晶，你看，我给你拿了几个海蛎子。你怎么了？我
面有个单词，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。晶晶，喝水。保持距离。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我想起来了 ，keep distance， 保持距离。喝水。谢谢。晶晶，我知道这里没有餐具。我给你剥了海蛎子，特别新鲜。你先自己吃吧，我再背几个单词。Refuse， 拒绝。Reject， 拒绝接受。Refuse， 拒绝。怎么了？你好，你们是在挖螃蟹吗？我知道你，我看过你演的戏。我叫阿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王天宇。你好，我叫阿俏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叫阿俏了呀？你是来拍戏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拍 vlog 的。你呢？哦，我跟朋友来玩，正在挖海鲜呢。那边还有人在剥海蛎子。剥海蛎子？那我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但我那朋友林子路，他这人比较矫情，我去问问他行不行。林子路，你也认识林子路？对啊。林子路，有惊喜。Surprise！ 阿月，真会挑食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来，何大爷，我回头发给于和。奶奶，我是子路的朋友，我叫阿月。啊，你好，尤奶奶，他可是我追的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哎呦，这可真的是大明星气质哎。哎，大明星啊，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呀。1、2、3。没关系，别放在心上啊。不会安慰人可以不安慰。妈，看我受欢迎，你这么不开心？偶像包袱怎么那么重啊？谁包袱重啊？头发抓了多久？这个伪素颜妆化了多久？来，我摸摸来。哎，别动！我在车上可弄了一路，别乱说。阿俏，这个可以直接吃吗？这是生的，我给你拿更好吃的去。要煮熟的。阿俏，刚改了。当当当当，我来啦！快尝尝，这都是我亲手挖的，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我再吃一个。你要不要吃？他不能吃，他还欠我钱呢。那我来一个，想吃自己做，都是阿月的。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耽误干活。你干嘛对阿月这么凶？你好不容易来一次。就是我好不容易来一次。阿月，咱们不理他，我们去拍 vlog 去。好。啊，你坐下。阿月，咱们走。看来俏姐这是要铁树开花呀！哎，大高个儿配啊！
你来抓螃蟹，我来给你看。你就把手伸进去，往深了掏啊，有吗？我啊，怎么了？你手没事吧？他夹我。行了，他皮糙肉厚。你也别拍 vlog 了，拍这玩意儿还得看专业人士，是吧，阿云？跟我一块欣赏一下海边的美景吧。走，快点。林祖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跟宁玉不也只能在一块儿吗？快闭嘴啊！哎，真帅呀，大明星！摆点动。怎么了？忘了被蛰。啊？上！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两个好像被水母蛰了。哟！啊！走啊！啊！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啊！房梁王振宇，到到。他们俩被毒水母蛰了，你俩谁有尿？啊！不行，我更尿完。我就一点，一点点啊。救人要紧，别磨叽了。你来，你来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被毒水母蛰，童子尿管用。什么？王振宇，上！不！还给我水，你肯定是嫌我不干净了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我不是可爱，是帅气。给你喝的，啊？其实你今天做的特别好，虽然你有点傻，但是你救了他们俩呢。真的，今天给我送水喝，还说我可爱。啥呀？刚刚我忘了，正好我刚刚也忘了。不对啊，你不能忘啊！你要是忘了，那我这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还不是你自找的。林子路，你真没看出来？哟，你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，你是不是？谁？他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，反正跟你没关系。别瞎惦记，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要不是我今天刺激你，让你吃醋，你自己能明白得了？刺激我？你是故意的？你才发现了？你这个铁树可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是铁树，我也没有吃醋。随便了，你自己想清楚就好。Thank you.
你不舒服啊？我没有啊。那就行，走，看烟花包治百病。走走走。